哪个班的？哦，一三班，于明。你不是喊他于明吗？于明明，我这是叠字儿，这么厉害、啊？张曼儿，给我出去站着！于明，你出去！什么？这就是张曼儿的官配呀、啊！你这干什么呢？他用锋利的眼神注视着他。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多吃点醋。卡住了！你们这是忍住的地方吗？跟猪一样！走了！你们一个两个，给我道歉！玉涵可真牛！我张曼儿要让所有的同学都幸福快乐，我以后还要当一个好演员，去戛纳走红毯！哇哦！你一定可以考上你心爱的大学。怎么成为演员呢？你所谓的梦想真可笑。你有看见过谁动过 MP3 吗？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作为演员这个剧本不是什么好结局。到底是谁啊？你忘了吗？他差点死在那年暑假。如果明知结果我还放任这一切发生，那么未来的你一定会变成现在的你。如果我的未来是你的话，那我就宁愿不要长了。人生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是有用的，你只需要努力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就足够了。这次我一定会改写我的人生。